是 number one。哇，到我们的嘻哈堂是我们的音乐课的时间。音乐课的时间哦。对，欢迎我们的 Double 老师。哎，大家好，小朋友你们好。老师好。OK， 你们可能不认识我，那我们加上音乐课，我们要有很多律动，对不对？对，像 Double 老师他就是我自己哦。Double 老师，等等等等，什么是嘻哈？嘻哈哦，嘻哈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，又有 check it check it， 没关系，我们就是用嘻哈的方式唱唐诗哦。是。那我现在来示范一下，把音乐先吃进自己的身体里面。好，吃进来自己身体里面，音乐。然后我来一个你们比较喜欢的，这个，我来自 Giga 宝，他叫卡加布列达。是什么歌？卡布列达。那你们知道，等一下要很有律动的，一起来唱这个唐诗哦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，那导播给我音乐啊，我们来先示范一次给他们看一下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唐诗是今天的是孟郊的《游子吟》。好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缝，意恐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对啊，发现那个第二个穿黄色蓝色的线条的小男生，也跟着一起在任何夜。好啊，那你示范一次。我要示范一次。对对对，来。游子吟。哒哒哒哒哒，慈母手。中线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缝，意恐迟归。你们一起啊！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哇，好棒哦！哇，完成了！你完成了。那接下来的就是要交给小朋友了，可是你要先解释一下这首诗的意思啊。是，这首诗呢，其实是唐朝的时候孟郊所写的诗。那这首诗的名字叫做《游子吟》。那游子是什么意思？游子呢，就是在外工作，然后离开家里的孩子。跟我们一样吗？他们是在上学的孩子。对，他们也是上学的孩子，也是离家的孩子。好吧，那开始接第一句喽。好，第一句呢，就是慈母手中线。慈母呢，就是你们最亲爱、最伟大的妈妈。然后妈妈不是有时候你的衣服破啦、她都会拿那个线，对不对？她拿那个针线去缝你的衣服啊，为你一针一线的缝，就是慈母手中的那一条针线。那游子身上衣呢，就是像你们像出门读书，你们都是游子。你看你们身上所穿的漂漂亮亮的衣服，妈妈帮你们准备，对不对？对，妈妈很用心帮你们准备的衣服。然后临行密缝呢，就是其实你们来上课啊，爸爸妈妈都会很担心你们，说这样太不生动了啦。好，那怎么样？我出门上课，他裤子的扣子掉了，妈妈赶快帮我缝一下。临行密密缝，赶快补一下。哦，临行赶快再缝一缝。这样子比较好笑。然后其实也是说，妈妈一针一线为你缝出来的衣服。没错。对，然后意恐迟归，就是又担心你们在外面太晚回家了。非常好。就是大概是这意思，就是发现你去很久才会回来，所以赶快把衣服补上。那妈妈也会很想念你们，又怕你们说衣服会不会不小心破洞，所以她都很用心在照顾，对不对？那后面两句请大宝老师解释。这其实要一起啊，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是，就是谁言寸草心，就是说我们的小孩子的心意啊，可能都是只有大概跟草一样多，就是一点点一个小草的样子。对对，那怎样才可以像说爸妈给我们的那个，就像春晖，就整个春天的光，阳光一样给我们的温暖。所以就是我们一点点的心意很难照料到妈妈给我们的温暖，我们很难回报她，所以是代表妈妈很伟大。妈妈很伟大，要尽孝道，我们中国人最尽这个孝道的。是，那我们解释完唐诗，可兰姐姐很想要问小朋友一个问题，有没有人可以解释一下刚刚可兰姐姐跟你们讲的这首诗的含义？这首诗是刚刚在讲什么？你们有人知道吗？有吗？没有。很简单啊，用一句话就可以。妈妈怎么样？妈妈很伟大，对，妈妈会帮你缝衣服，妈妈会帮你整理衣服、缝衣服，还会好好照顾你，对不对？是，好，我看他们其实不想要听这首诗的意思，可是我们既然讲解完了，就要开始来唱唐诗喽。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没？还是没有听到音乐动不起来呢？好像是哎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给他们音乐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给他们一点音乐。他们要分两边，好不好？好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先念
慈母手中线，可以吗？然后你们是游子身上衣，你们是临行密密缝，他们是一孔迟迟归，然后要跟着节奏，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哦。啊，前面先两个字，然后最后再一个字。好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又又一孔迟迟归，嘿，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哇，他们可能要站起来吧，不然我们站起来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站起来。小朋友，我们站起来，然后跟着这个节奏。再来一次哦，那我们可以拍手中，耶耶。五六七八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一孔迟迟归，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，对吧、啊？站起来就好了、哦。对，然后再身体跟着一起摆动。好，好，那换你们先，换你们第一句喽。准备好了吗？手中线喽。右右线，三三一，临行密密缝，一孔迟迟归，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哎，我发现你在噗嗤噗嗤的时候。那个第二个一直跟着，一直 Michael Jackson， 一直在摇摆、啊。其实这是音乐课，让身体去动，然后让身体去记住音乐，对吧、啊？这是最好的是不是学音乐方式呢？我们都练习完一次了，那是不是应该要教小朋友拍一下这个节奏？好啊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。Eric 好像蛮厉害的、哦。好，那我们请 Eric 来示范一下吧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啊，一起啊，帮大家拍。这边那有你好不好？我们来当中间，好不好 ？Jason， 我们出来跟大家一起示范给同学看，好不好？对，来，你在这里跟杰森一起，正中间哦。五六七八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一孔迟迟归，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哎，你们都很棒，真的耶！好，谢谢你们两位，谢谢你们，你们会跳舞啊。希望你们回去带领你们朋友一起来练这首唐诗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最后再来最后一次大练习，好，那我们一句一句先练完之后再重新一次，对啊，那我就搭配我的节奏，好不好？仔细听 ，Double 老师哦。五六七八，慈母手中线，一起来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一孔迟迟归，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，晖晖又哇！给自己一个最热烈的掌声，你们学得好好哦。唐诗就是要这样唱才好玩嘛。是，就是把一些中国的感觉，然后用嘻哈的方式把它唱出来。没错。是，那我们谢谢我们的 Double 老师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小朋友，你们都好棒哦。好，那下个阶段回来的是我会说美语，要上美语课喽，不要走开哟、哦。